这不李嫂家杀猪，李嫂给我的吗？其实你就去点啊。那老吃。大家好，今天李嫂家杀猪哈，我去帮了个忙，说400多斤的猪，肉都没够卖的，你看抢的厉害呀。李嫂还给我留一个前蹄蹄膀，让我踢回来给老婆补补身体，炖炖汤。平时你看老婆还瘦哈，酸溜溜的，今天我就拿去给她显摆一下，看看她会什么样态度哈，是不是高兴坏了？你看这肉多漂亮，起码得有4-5斤哈。说不好听，啊？还得使劲踢什么？踢法啊！你看，你怎知道我先吃肉的？那指定的，了解你莫非我而已、啊。咦，看到没有？这怪好了，都瘦肉。那指定的，你看这肥瘦相间。说实话，你要上街买，一般你买不到这种。人家不可能卖给你的这种肉，这不是你买的？不是，那你谁送的那一块肉啊？这不李嫂家杀猪，李嫂给我的吗？其实你就去点啊。那老吃。啊，去打个馍的。李嫂家杀猪的，我就去帮下忙，摁个猪，有什么了还？哎呦喂，啊！俺村上没有人了，非得让你去是吧？那有人不得老爷们去吗？摁着吗？啊，就你一个老爷们。啊，不，好多人都去了，我就拽下鱼，我就。那你怎么给我讲上的啊？我是跟你讲，我心想，我说让你去吧，你平时有劲，能摁住猪是吧？你生谁呢？啊，我有劲，我能摁住你。我就意思，你能不能不要对人家有什么误解是吧？我能对人家有什么误解？人肉都送上门给你吃了，还送一猪前蹄给你个，咋不给心肝肺送你吃呢？心肝肺那有人家预定，有时候是猪下水什么，猪内脏都收去了。哟，你还等什么好话听呢？啊，句句讲话带刺，我能知道吗？我句句讲话带刺吗？呀，李嫂好心说你最近身体有点虚。我需要他来关心我，要你留个馍啊？不是你关心吗？补补身体，这身体不好。是送给你补的吧？啊，你讲这是怕你虚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没去帮忙，对不对？都你去打忙前忙后的，怕你虚着了。这肉都卖了了，还没够强呢。今晚我得提两瓶酒，你再去一趟。管不管啊？你好心提点肉回来，你也说三道四的。我身体不好，应该是你给我补啊，怎么轮到别人？这不就我拿回来，我买我炖的吗？这是送给你吃的，怕你虚着了啊。你别讲那些酸溜溜的。谁个讲酸溜溜话啊？我早知道我就不提肉回来了。哟，还打算备干了啊？什么啊？什么啊？我说什么你不懂吗？哟。这又哪来的？你不抽烟，你哪来买烟干么的？那这，哇，行，我就撒下杀猪，人都跟他帮忙，我散散烟喽。你散烟呐？啊、嗯。你以什么身份去散烟？以邻居嘛。啊，你以什么身份去散烟？我就想知道啊。行，不是这烟，不是我买的。谁买的？他给我的意思、给你，然后让你散烟。对呀、啊，男主人的身份在是吧？啊，是不是？本来是是不是？哎，人家本来是拿给艾丹他爸，艾丹他爸不是杀猪头吗？这艾丹他爸该杀猪，我就给接过来了。男主，哟，你还上赶着呢？啊，还上赶着呢？我又不抽烟、啊，你说我拿他干啥的呢？那你散眼个摸的呢？你以什么身份？来讲，我不打你。你以什么身份散眼？啊，我就以邻居身份。啊啊，邻居做的挺到位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再去，这个不行了。去，能不能给我讲一下？能啊，能。我现在我到那我都得给你打电话。下次再偷偷摸摸去，我给你腿翘折了，听到没？知道。那今晚再去哈、啊，我不去，不去。你那鬼子手那么臭的啊？你给他干么的？洗猪大肠，挤那猪大肠的嘛。好喝都给你干了是吧？死去洗手，臭死了啊！洗洗。